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 OK 人生乐团的 Sharpin。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直觉又简单易懂的音准测量 APP， 它叫做 Pitch Lab Pro。 好，进去 Pitch Lab Pro 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。因为它原本是设计给吉他调音用的，那对于我们唱歌的人来说呢，我们把它往旁边滑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圆圈圈形的方式。那如果去点它，它会有不一样的显示方式。我个人的喜欢呢是像这样子，让它周围是一个圈圈的形状。好，那我们如果弹钢琴的话，你会发现它，马上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固定的音名。那如果我们用唱的方式呢，嘟嘟，那我们如果唱的不太准的时候，也可以很快就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唱的是什么音。那这对我们在听力的训练上面非常的有用，会在我之后的影片当中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。在这个界面里面呢，我们会发现它左下角有一个设定的按钮，进去之后呢，有很多的功能其实我们都用不太到。我们只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是唱的音准比较好的人呢，我们可以在绿色范围把它设定的小一点，它是一个 5 cents。那如果是我们今天音准唱的还好，那我们也许可以把它设大一点，这样子我们在唱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怎么都唱不到绿色的范围呢，像是这样。似乎就比较简单，能够唱进绿色的范围咯。你如果常常不知道别人在唱什么音，或是钢琴在唱什么音，或是你自己在唱什么音的话，就赶快下载这个 APP 吧，它是免费的哦，拜拜。